认真认真！我巨困，我操！今天应该休息一天。哎，有没有开过器灵的？他每次游戏维护完，他这个器灵需要维护吗？我不是早上直播的吗？每次更新大更新小更新，我都是立马播的。等一看。封号就封号了，换的，封号就封号了。要不要换号呢？犹豫了啊，还是回来吧。哎呀，回来吧。哎，这么做是不对的，心态崩了。
你的组织都切割了，自己还搁那冲、嗯、现在谁还敢指名道姓说我开了？那些有点盘面的人，谁还敢指名道姓？把组织都切割了，还搁那冲锋，这些锤小将，真他妈恶心，真的恶心！我怎么说？你敢？你是谁？是不是？你敢？你是谁？你是什么蝼蚁？小蚂蚁捏死你！哎，你敢？我敢！小蚂蚁转起来了，我操！没事，你让你那些组织指名道姓说我开了，好吧？你看我起不起诉？你说那些指名道姓说我开了的，我起诉他们，让他们给我发赔礼道歉的视频，然后在他们的那个什么自己的号上面挂着，对不起王木巴，我错了，啊，让那些逼他妈的都挂起来，操，妈的，一会儿全给他清算了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些说你指名道姓说我开了的，我起诉他们，必定得给我道歉。无论他是谁，他只要指名道姓说我开了的、啊、有些人他很聪明，他在那里阴阳怪气，他没有那个胆量硬说我开了啊，搁那阴阳怪气，那没办法。那种是属于想蹭，但又不敢乱蹭、啊、有胆但不多、啊、起诉要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天灰灰道歉没有用，天灰灰这种他妈的啊，公心力为负的这道歉，他妈的感觉反而在恶心我自己啊！你说让那些有牌面的那些让我给我道个歉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必要。